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我美日记又来抢钱的两盘眼影盘，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个蛋卷头是怎么做出来的，用的是什么东西。然后我们就开始看吧。超好看的这个粉色、蓝色，然后打开，哇哦！你看这个大理石这个花纹，五花肉，我都不舍得给它搓开。这样子的一盘。就能画偏橘的眼妆，也能画一个偏粉偏紫的眼妆，还有一个大闪片。然后另一盘是这个，就是红红的闪，打开是长这样。哇，太好看了！你看这个花纹，还有这个闪，我跟你说这个闪绝了！你看，你看，哎呀妈呀，哎呀妈呀，还有旁边这个也是，哎呀妈呀，哎呀妈呀，哎呀！闪的，这五颜六色的，这好看，反正能画比较红棕啊、橘棕啊，都还可以的，能画的挺日常的一盘，好看。给大家分享这个蛋卷卷发棒，就是可以卷出那种很好看的蛋卷头的一个卷发棒，是这个牌子，包装就是这样一个粉色的一个盒子，里边打开这样，这个操作真的是超级简单，首先就是要把它插个电嘛。插电之后，它上面就会显示一个 off。这个设计是一个隐藏的 LCD 设计，就是你不插电之前，你感觉它就是普通的镜子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面儿，就会一插上，哎，它有字儿，就这样子的。然后它底下是一个键，就是你可以把它锁起来，这样就比较好收纳。然后你用的时候扒了，然后它就开了，就是这样子用的。然后摁一下电源，它就显示温度了，你就可以调你想要的温度，往上是往上10度，往下是往下10度。然后它最高温度能达到230，像我头发是很粗硬的一个头发嘛，然后它这个宣称是可以到专业发廊级别的这个230度，就反正我是需要让它高温一点，这样维持的比较久。像我这种粗硬发质，其实都维持不了多久的嘛，但是用它就可以维持个两三天，就还是挺不错的了。那如果你头发比较软的话，你也可以让温度低一些，就看每个人适合的不一样。然后它这个蓝色是一个发射负离子的一个东西，然后它是一个陶瓷层，这些都是可以让你不伤头发的，就是头发还是。是做出来的发型是顺滑的，然后有光泽的，就是还挺好的。我们就开始吧。然后你选好温度之后，它上面还会有显示，告诉你它现在是多少度，然后到你想要的温度，你就可以开始用。它这个用法就是很简单，拿出一撮头发，然后你就把它直接这样给它夹住，使劲夹哦，然后你等个大概10几秒就可以了。等差不多好了，你就可以让它到下面一个。看，我的卷卷就已经有了，就可以移到下一个地方。你看，出来是不是还挺光滑、有光泽的？它这样就很快，它这个10分钟差不多一个拳头就可以 OK，就是你就不用早起太多。虽然我也懒得早起了，我能前一天晚上做，我就不会第二天早上。我真是早起不来，我觉得挺好看的耶！你看，一撮这样就卷好了，还挺好看的。然后我们就开始。的羊毛卷卷完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。我还搭了个小发卡，不搭小发卡其实也 OK 的，我觉得搭一下更好看，但不搭也还挺好看的。然后他还送了绒布套，还有一个手套，还有2个小夹子，就你可以稍微烫的时候可以夹头发，就还挺方便的。我这个眼妆就是拿这个粉黛高原这一盘画的，就你不要看这感觉，哎呀特别粉，会不会画出来不日常？就你看我今天画的还挺日常的一盘。我给大家试个色哦，首先两个哑光，一个深，一个浅，然后这个粘过了，这两个哑光都是那种打底的比较淡淡的颜色，这个稍微带一点点小珠光，然后嘞，我们再试这两个颜色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个颜色打在卧蚕上特别好看，就是稍微带点这个五花肉。我今天卧蚕就拿这个打的，是不是？这个稍微带一点，就是很温柔、淡粉、淡紫感觉的一个颜色。我今天打卧蚕，但我还叠了个闪片了。然后这个也是很温柔、很浅的一个珠光，一个肉橙色，也挺少女的，很浅。
然后就是这两个颜色，这个五花肉也还挺好看的，也还挺闪的，比较浅的两个，比较发金色橘色的两个颜色。这边再给大家试一下，首先是，哎呀，好不舍得摸这个粉色呀，哑光摸起来都很滑哦，美的。然后就是这两个，哎呀，这个紫色老仙气了。是吧，这个紫色仙气，这种发肉色的紫色也挺独特的，这个颜色我喜欢。然后再就是，哎呀，大闪来了，两个颜色。你瞅这个闪，这个闪就是我今天在眼下和眼中间叠的这个大闪。然后这个颜色也挺好看的，就是紫色稍微带一点点蓝闪，也是很鲜的一个颜色。哎呀妈呀，没定事儿了，没地事儿，没地儿试了。哎呀，你瞅我这，我再想想我试哪啊？是，就剩最后俩色了，一个是这个粉色好看的，是在这里挤挤一挤，总会有地儿的，一个棕色，然后这是带蓝闪的一个粉，你看多仙气呀！哎呀，给用错指头了，我咋这么逗呢？来吧，试在这儿看一下，看蓝闪的粉，也是那种淡淡的，漂亮。然后我就看一下我今天这个眼妆是怎么画的吧，就拿这一盘画的。这个妆是拿这一盘画的，长这样，就是一个红色的山岩的这样的一张图片，还挺有质感的。然后里面打开是这样，超好看的，你看这五花肉，这几个纹理，妈妈咪呀，就很好看。这个闪也是，就我现在眼睛上这个就很绝。然后给大家就是试个色，哎，他们家粉质真的就挺好，其实不用我咋试，大家也造，我就一个一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颜色反正摸着都很滑了，稍微比较一点点比较艳的一个红色，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棕色那种。然后我两个两个试吧，然后这个很闪的一个颜色和一个米白色，这个闪的还蛮美的，米白那个珠光就也还不错。然后这两个颜色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我都不舍得摸，这个颜色老好看了，这个闪的就是很有韵味那种感觉，这个哎呀妈，我都不舍得给它破坏掉。这种红，看这俩颜色，是不是都还挺美的？这个蓝绿色这种清冷的感觉。这个，哎，我是不是废话有点多？但我就觉得挺好看的，就我尽量少说话。完了，这个也是那个纹，就是黄黄的。哦哟，你看这黄黄的，多鲜亮！这个就是一个珠光的白色，这样子。然后再给大家试试这边。哦哟，这个老闪了一个红色的葱片。哎呀，这个也是，哇，你看这个颜色，不舍得摸。就抹出来是这样，就是混合一下，是这种大地色带点银闪，还挺好看。然后然后就是这俩颜色，一个稍微浅一点的一个哑光，然后另一个混合出来涂出来是这种一个颜色，稍微橘红色，就橘色黄色红色混合出来的一个橘色带点闪，还挺美的，是长这样子的。然后再就是这俩颜色我都挺喜欢，一个是那种南瓜橘棕色，这个神仙散片，这个神仙散片就很神仙，橘棕色真的挺秋冬挺显白的。然后再就是最后这两个，一个很深的一个发黑的一个颜色，然后再就是这个，我跟你说这个红色它里面带这种大理石，这种也是这种闪，就应该特别好看，就是红色带这种闪特别好看，哇、哦、get 到了吗？就很美。然后这就是黑黑的那个颜色，就是这样子的一盘，就是珠光闪片哑光都有的一个比较大地一点的一个颜色吧，这样的一盘。先拿这种浅浅的肉色打个底儿，在眼皮上扫一下就行，然后稍微拿这种再深一点点颜色，从后面往前再加深一下眼睛的轮廓，
后我们，其实我挺喜欢这个紫紫的颜色的耶，我觉得还挺鲜的。我们要不就用，就用这个吧。稍微轻轻浅浅的在眼皮上。哎，其实真的耶，你看盘上这么鲜，但其实上眼睛还是挺自然日常的一个紫色。我稍微多上一丢丢，就是多了一点点紫调，但是不会让人觉得很夸张哎，还挺好看的。晕开，然后我们再用。哎，我觉得这五花肉都好好看哦。哎呀，不舍得用可咋整？用点吧，不舍得用也不行了。哎，我就稍微用这个颜色，拿手指头上吧，也是一个比较发紫调的这样一个颜色。打在眼皮褶子里，打在后半段就可以了。稍微眼睛变深邃一点点，还挺好看，这个颜色挺有气质的一个紫红色，但是也挺日常的。然后我们就拿。哎呦，好喜欢这个闪哦，漂亮！今天的颜色就比较紫调一点的眼妆，给它稍微打在眼睛中间一点。晕开，你看到吧？中间有点紫紫的。嗯，然后我们再用一下这个浅的颜色吧，这个浅的颜色打在卧蚕这里吧，还挺好看的。这颜色体面卧蚕真的美的，然后我们再其实这个粉粉的也挺好看的，上点这个颜色吧，也打在眼睛中间这里，和刚刚那紫色混一混，就是紫粉色的一个眼妆，比刚刚闪了一些些，这个颜色还挺闪的其实。然后我感觉我还得叠点更深的颜色，要不稍微有点压不住。我们拿这个最深的这一个吧，拿到后面给它晕开。OK， 这边我觉得这个闪真的也挺漂亮的，我还是想让它再叠在眼睛中间，让它更亮一点。这是一个蓝闪的一个颜色，这个稍微打在眼头一点。还挺鲜的，要直男看了一定会说我的眼屎会发光。然后再拿这个颜色吧，稍微是眼尾来一点。 OK， 我就剩三个颜色没有用了，要不我再叠一点，我感觉叠这样的一个很温柔的一个应该也会挺好看的。往前稍微带一点，这个眼妆马上就发橘了，就是橘紫色的感觉，橘色紫色的感觉，还挺搭的，其实还可以。这个也是稍微沾一点黄黄的，行。然后我们最后拿这个，哇，超级大闪的，超级闪的亮片，丢丢，也不用太多，叠一丢丢就好，眼睛下面叠一丢丢，像女团那个泪眼妆。然后我们就加眼线加睫毛，这个眼线和睫毛这个妆就画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整体。就是这样，其实还是挺自然的一个妆。看这闪，首先我们拿浅浅的颜色打个底儿，打在我的眼皮上，随便扫两下就行。然后再用稍微深一丢丢的颜色，再稍微打个底儿，稍微从后往前，随便扫在眼皮上就行。然后哎呀，我也好纠结，我感觉颜色都好好看哦。我先用一个稍微这个橘一点，橘棕色，稍微从后往前涂到眼皮上，面试OK。 哎，其实颜色都好好看哦，用哪块？用这块。哎呦，好舍不得破坏了花纹，慢慢的摸，然后打在双眼皮褶里面，轻轻轻轻碰，打在双眼皮褶里就好。然后我们再试试这个颜色上眼睛吧。哎呦，轻轻轻轻的，这个稍微有点发绿一点在眼睛中间，这个加了这个绿之后，眼妆的色调感觉有变，比较特别，比较冷一点，对吧？有吧，比较特别一点，还挺好看的。然后让它再缓和一下，让它红一丢丢。行，搁这前面再加点这种红的，缓和一下。
我跟你说这个闪的还挺好看，就是挺深的，但是闪的挺好看。我们稍微再带一点带。哎呀，我眼睛上是不是太多色了？然后我们就搞一下眼尾吧，眼尾我们就用。哎，我跟你说这颜色老好看了，就这个中间它闪的也好看，我们打在眼尾让它多一丢丢红和闪。那我现在眼皮上颜色就还挺独特的，说不上来，反正就是比较古典，挺独特的感觉。然后我们就拿一把小一点的刷子蘸深一点颜色吧，看我们蘸，来这个吧，带一点在前面，什么也是，扫一点，点头也是，卧蚕也是，带一点，然后再用更深的颜色打一下。最近还挺喜欢，就是画一点下眼影和这种比较深的眼角角的，就稍微这边上面带。然后我们就是拿这个闪大闪片吧，超橘超闪的颜色，我们打在眼睛中间。哎呦，这个闪可太好看了。妈呀，这个闪哇，怎么这么好看？完了，我们拿这个珠光颜色打一下卧蚕吧。然后就是最下面这个，我们再用这个亮一点点的颜色打在这里，一下下一点点，丢丢，在上面就呼应一下。好的，然后我们就加眼线、加睫毛就好了。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妞。